惊起上嚟咪报警咯，咁警方派人嚟保护我啫嘛。嗱，你贵姓啊？乜咁好嚟捧下我场啫吓？菜乜你咁猴急噶？第一次嚟揾我就要我晚饭直落咯。原来你就是原来是咁嘅，呢度人多，翻我屋企先慢慢再倾啦吓。急成咁样，行到身水身汗，休息一下先。我有换件衫先吓。睇你惊成嗰个样啊！呢度净我一个人住咋，冇第二个噶。哦，而你唔系啊？照咁睇，几聪明噃。系咧，好啦，而家讲开又讲啊，咁你又有咩好处俾我啊？傻仔，边个恨你啲银纸啫？而家我要你个人，得唔得啊？你吓我啦嗱！我唔理你又唔理，我系我要射你。各位老友记，你哋记唔记得香港有条性感风骚影画艳星，佢係阿斩斩李过斩头鬼，广东省中山县人士，最初响家基乡下做小学教员，点知俾个大天以想玩佢对大拉拉拉屌佢个臭花屁，於是36着走为上着，着草死咗去省城 load 世界。你哋记唔记得旧摆响省城无线电广播电台做新闻报道嗰个靓声播音小姐啊？梗系记得呢条靓女响中华民国38年中秋节嗰阵，北平共匪杀到落嚟省城，国民党兵霸屿山岛，贵系要急急脚撤退去海南岛，连海珠铁桥都要炸断。我哋做艺文记就要花一条金条，只可以买个飞机位。死落嚟香港避难，臨返起都喊得一句句。呢条靚女落到嚟香港搵佢响省城班老匪州嘅拉姜中平介绍佢踩影画戏。第一出踩粤语片孤初泪，人工每日20蚊西子。之后佢专演刁蛮小姐拉风骚艳女。导演杨公良俾佢响粤语片《苦吻》就搭定做女主角。中华民国54年开始，连电视都 load 埋，响香港丽的影星做电视艺员拉配音。佢曾经被条星洲生意佬沟到，被条衰公屌到响中华民国49年生咗个大女李白燕。李白燕曾经拉香港话剧团做过话剧72家房客。中华民国54年11月13日礼拜六，又响新界荃湾青山道135号至143号嗰间远东酒店，跟足旧时的礼节，李白燕跪地斟茶拜嗰个石粒风骚艳蛋马兆英做替妈。靓女响中华民国64年拉过条波佬离婚，仔女窿中归返佢家基嚟养。二女烈焰云曾经用艺名李依依去踩影画戏，响中华民国69年、中华民国70年呢两年间就踩过10出影画戏，好似阿福与土佬、摩登大石板，亦帮香港街艺电视拍过电视剧，后来摄影改入银行业。三女烈凤云响新加坡国立大学读文科，拉正州电视台戏剧组做幕后导播。拉仔响中华民国59年出世，不过收尾个拉仔响星州变咗靓女烈美云。中华民国60年至中华民国66年期间嗰6年，佢响石叻臭仔住到攞咗石叻嗰张粉红卡。不过香港好捻多好似阿爷嗰的咸湿佬鍾意睇靓女，所以佢俾香港制片商拉咗返香港踩影画戏，直到中华民国78年至返石叻拉仔女团聚，新加坡广播局就琴琴清拉佢入星洲第八波道。响中华民国78年7月9日礼拜日，
公众假期都开 OT， 拉佢签咗一年电视艺员合约，从此佢踩埋国语电视剧。第一出电视剧响石叻踩系方华满一家，跟住有吴家有女、富贵也疯狂、新兵小传。中华民国81年4月因为肺炎搞到肺积水引发癌症而入医院治疗。阿爷果班咸湿口笑最唔开心，就系、是、治疗过程嗰阵要割伤佢对弹手大拉拉。期间佢班侄仔许冠英啦、许冠杰嚟石叻踩影画戏，就拉埋姑姐一齐踩。佢抱病死出医院，去御郎唐城拍捻咗佢出影画为作花田喜事。可惜天道红颜。呢条靓女得65岁就要佢订盖，一代香港艳星许盈英小姐响中华民国82年4月23日礼拜五凌晨1:19响四百波中央医院声救死捻埋。中华民国82年4月25日礼拜日响蚊咬脚，即是小波路明达街门牌131号果间新加坡殡仪馆出殡，跟手将佢条咸鱼逆去碧山、光明山土各自火化场烧捻埋，外灾一代盐星咁就化成一缕青烟啦。